那这个算了，够没有？够够快。刚刚拿了两条那个鲤鱼，我们家那个鲤鱼还小，然后在这个叔叔这里拿了两条，等一下回去烤炒鱼吃。 什么颜色的？它地里面来摘一点辣椒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鱼杀了。这个杀的过程，制作过程呢就不拍了，太血腥了。现在把鱼腌一下，放点生姜。以前我做烤鱼呢，只放生姜跟盐、料酒，现在我放一点那个生抽。 这黄瓜有点老了，自家的嘛，本地黄瓜。爸爸切不切鱼？啊，要吃鱼呀、啊！要吃鱼啊！放一点。吃了，吃黄瓜。 可以撒点辣椒面，现磨的，嗯，啊，好香啊！可以的，先把那个底料炒一下吧，先放了一边。 把这个豆瓣酱粉进去炒一下，姜蒜，干辣，土豆放进去炒一下，那土豆要炒久一点，不然的话太生了。放点这个洋葱，应该熬好。嗯，可以。好，起面。 今天烤的时间比较久，应该要香一点。那行。嗯，哎呦，那绝了！刚刚鱼吗？嗯。甜的可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我盐放了点生抽盐，蛮香的。腌的好好的粥。啊，你尝一下啦。白醋。哎，厉害，慢慢烤。嗯。嗯。小火哟。嗯，对的哟。 还有白菜的，榨菜、洗菜，哦，吃的多白的。嗯，我说哎，那搞饭，哦，刚刚那鱼那个，嗯，你学校搞饭啷个才好吃？几百天了，我们喜欢。几百？嗯，那不能巴西。我们锻炼身体啊。我那巴西怎么得呀？有些人用巴西酱就可以了。哈哈。